鸟语花香，世外桃源般的豪宅。哇，这么大院子，走进去有点寒吧。哇，天哪，这么多人呢、啊！您好，您好，大叔，这里，我看到您的房子弄得挺漂亮的，可以来参观一下不？可以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您好。哦，那里关的有狗。哇，你这个院子搞得好美呀、啊！对，这是弄点花回来养吗？嗯哦、绿，这是绿萝。嗯，绿萝。那放在家里。放在家里去去味道啊。对对对。房子刚建成是吧？嗯。我先在院子里看一下哈。可以看，可以看。哇，它这个院子设计的太美了，然后这个茶室设计的好好啊，好有层次感。嗯，我们站在茶室里体验一下好不好？你看中式的啊，你看这景观是不是太美了？然后底下还有假山，走，这是一棵红枫，哇，那个鸭还是鹅，栩栩如生。这是假山和鱼池，哇，那个黑松真好看啊、哦，种在这个假山上。主楼是三层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栋副楼。里面全部弄好了吗，大叔？全部弄好了。能进去看一下吗？可以。嗯，这里面是还有师傅们在做事还是在干嘛的？嗯，就是。装窗帘的。嗯。看看去啊。哇，你这个楼梯设计的也很好啊，它成了一个。你哪里的？我是衡阳过来的。你就是衡阳的。对。我衡阳去的多。你衡阳去的多呀？我是衡阳启东的。启东的。嗯，下次欢迎去我们启东吃我们那边的夫子菜。这房子基本上全部完工了啊。那，你看一下吧。好好好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嗯，我进一下。你这个楼梯设计的很好看哦。这个楼梯设计的特别霸气啊。大气。嗯嗯，大气。你这外墙是？我垫底下个还有歌厅，电视好大。还有歌厅啊，电视，好大健身房。您能带我参观不？等下去嘛，咱们跟我老婆一起下去，还有我儿子在。哦，您儿子在家里是吧？哦，好的，我让他们带我参观一下。哇，这个设计真的好好。这外墙是挂石材的还是？挂石材的。全部是干挂石材的。这种干挂石材贵不贵？这个搞100多万。光外墙就是100多万。啊。干挂食材的效果就不一样哎，嗯，漂亮，进去看一下去啊，我找找您儿子看看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。哇，你这个电视机好大呀，这个是100寸的吗？搞不清楚多大的啊，你看超级大嘞，它的门也是铸铝门呢。哇，你这搞得太漂亮了吧。你看这个电视机背影墙还有这个水晶灯掉下来，扶手还没有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是大叔的家人吗？可以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好的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姓游。游。游先生。哇，你这个也是用大理石的哦。大理石。好漂亮啊，这个呀。啊，还有电梯。好，找到房主带我参观一下去。太震撼了。然后它结合的基本上是现代风，看到没有？它的吊灯啊，包括以后的，好舒服，这颜色看起来好干净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听清是流还是油。油。那个能带我参观一下吗？哦，可以。可以啊。随便看，这里我。这是洗手间，我发现您的色调装饰弄得挺好看的，挺高档的。是青色简约风格，我是。对的对的，这是一间卧室啊。啊，对，衣帽间，对，衣帽间，就这么大，就纯的做一个衣帽间。对，衣帽间就是，这是杂物间，这是杂物，这都看起来都比住房还要豪华。哇，你这个设计的真的太让人眼前一亮了。还好啊，是您自己设计的，自己喜欢的，反正是这个弄吧。然后这个背景，这个大理石也好美啊。大理石出自于我们的苏总那里买的。哪个苏总？伏牛石材。对，这一块大概什么价格？这个怎么说呢，我这个苏总的友情价。
哦，友情价。对，好。哦，伏牛石材。我看到刚才只注意看您这个踏步了，我感觉这个大理石的这个踏步好美呀、啊。还可以吧，这个是碗红地嘛。嗯，好看，好看。然后你所有的风格都是很轻奢风格，舒适一点的吧，中央空调全部是。对。对，然后带电梯。这边一楼是怎么安排的呢？能一楼这里是主卧，这边是主卧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，这里是主卧，也是带了套间的。对，带卫生间。这里可以，可以。好的，进来看一下，铺的是实木地板。哇哇，你这洗手间设计的也好好啊，真的就是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，自动的。整个感觉是给人看见是。这小，这是卫生间小了一点。眼前一亮的感觉。这边是茶室，然后这个是客厅的那个灯吗？啊，对，这个客厅的灯吊灯，这都是您自己挑的家具吗？对，都是我自己挑的。这个是也是父母房啊、哦，长辈房这是。打扰了啊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它灯挂的也好精美啊。然后后面是啊，对，这边是餐厅。餐厅，这是一个卫啊。餐厅好，这就是。洗手间，不，这是厨房，这是厨房，这是餐厅，厨房，它所有的风格搭配的真的非常非常完美，很让人眼前。所有的，包括你所有的，包括你那个庭院设计，都是很完美的。庭院设计专门能设计的。光庭院这一块，你大概花到多少钱？这个还好吧，百来万吧，光庭院百来万。挺美的，挺美的，中式的风格结合的非常非常好。然后这个是准备做个喷泉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有水的，是现在怎么放掉啊？啊，楼上能带我参观一下吗？哪里？楼上。啊，您是几层的？就是住那个有一个那个负一楼。负一楼、啊，那好，负一楼参观一下。啊、这边连接着还有一个负楼啊。啊，对。啊，做了个柴火灶。大金空调，中央空调，这是还有一个地窖吗？对，一个地窖。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衡阳来的。衡阳过来的。对。你们是？走，看见农村漂亮的房子，拍摄一下。哇，这是负一层。衡阳，你们是搞建筑吗？不是搞建筑的。做什么呀？就看到漂亮的房子，拍摄一下。你们是拍抖音啊？对。做什么哪一个？没有做哪一块，就是看到漂亮的房子拍一下，然后放到抖音上给那些建房子的人做个参考。你这个做个影音室效果特别好。隔音室在里面啊，这还是个厅，影音室在里面。我发现真的不知道怎么夸了游总，特别舒服。然后你看影音室啊、哦、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。然后游总的眼光特别好，它所有搭配的颜色，所有搭配的灯饰也好，装饰也好，都非常好，给人感觉就是很舒服。它不是中式的那种沉闷，就是轻奢风，看着。而且这个进来之后，我看到一直看这个墙，这个墙这样做起来就是画龙点睛啊、哦，特别美。那您这负一层基本上是还有做住房还是？对，这里有住房。这里还有住房。您这个是轻奢风，这个、确实很少见啊、哦。我室内的轻奢，嗯啊。寝室吧。您这总共花？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地方呢？我从后面过呀，我昨天来看了一眼，就整个从后面看了一眼，我就感觉很漂亮。你是昨天过来的？我昨天到百家这边来，想买点自己买点叫什么，买点那个盆景，所以在转，在到处在转。哦。下午来的时候比较晚，就大概看了一下你后面那个，挺漂亮的，因为从后面那个修上来一直就很漂亮。然后您这房子所有的算下来花多少？多少？这个东西怎么说的？没去算，没去仔细的核算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好，谢谢游总，啊、打扰了啊，感谢，拜拜。通往游总的家的路呢，全部是铺的柏油，然后两边的绿化做的特别漂亮。我也是被这一排绿化吸引着来的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